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十号大浪湾道13号，不敢靠近大门口啊！之前几次过来拍都被保安看到了，说不能拍的。就在外面拍一下豪宅周围的风景吧，绿色环绕，风景优美啊！这条道上车来车往的，走在路上要小心一点呢。这里就是马化腾家的豪宅了。2009年，马化腾花了4.9亿买的独栋别墅啊。想在这里买别墅，必须得到这里所有业主的投票同意啊，所以马化腾亮出了身份，成功的买到了。大浪湾道13号占地面积真大呀，从这个路口到前面那个路口，然后一直往上走，往上走。这里呢就是大门口了，主宅在这里面呢，有花园，有泳池，有各种各样名贵的树木啊、花草啊，绿化面积达到80%呢，所以空气清新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